主任，你看看，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所需经费，我整整整理了两个晚上啊！啊，你看看啊，哎，这事儿你看着办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是主任嘛？哎，行了，老钱，你得同意才行啊。谭月玲，过来。去，给我倒杯水。妈，慢点啊。妈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一菲没事儿的，我没事儿。妈，一定要坚持吃药啊。好的。我已经分配到特别行动队，有固定收入了。杰飞，姐姐有任务，暂时回不来，你要照顾好妈妈，让她别担心钱，先把病养好，听见没有？去吧去吧，别管我。妈，您别难过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过几天我再回来。大夫说妈的病怎么样？快跟姐说，姐会想办法弄钱的。快说呀！大夫说妈的病耽误的太久了，肺都快不行了。姐姐，你早点回来，我好怕。说你呢，谁让你跑到这儿拉黄包车的？把钱拿出来！我要给我妈治病。小要饭呢？还敢跑？小老师，给我站住！杰飞，这不是一飞的妹妹吗？往哪儿跑你？你不过来跑！放开我！把身上钱拿出来！拿出来！别废话，拿钱！拿钱！大姐，给我妈治病的，求求你们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拿出来！拿钱！快！住手！杰飞。快起来，姐姐！姐姐，瞧这小模样！姐夫，没事吧？快起来，别害怕，没伤着吧？啊！我没事。姐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会帮人家推车赚钱呢？猴子，姐的钱都花光。
你缺钱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？这是我家里的事，何苦连累你们？我们家总是不宽裕的，靠你们不是办法。怪不得你妹妹说，你已经把能给的都给家里了。你见到杰飞了？嗯。你多久没回家了？一个多星期了吧。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啊？啊，咱们有纪律，不能经常回家的。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，你知不知道你妈妈都病了一个星期了？你妹妹在大街上帮人拉车，今天要不是我撞见了，她就吃了流氓的亏了。啊，你有钱吗？我所有的钱都给你妹妹了。不行，我得去借钱，无论如何得借点钱。我去找谭瑞玲，谭瑞玲她没钱，她前天回家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妈妈了。那怎么办？预支一个月的薪水吧，我已经预支了。钱处长说从来没有实习生能预支，他已经对我网开一面了。还有一个人，我们走。够不够？柴英，谢谢你啊。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办法。够了够了，这些足够了。你帮了我的大忙，这些钱恐怕我短时间内……我有钱，等你有了再还我吧。嗯，好了，你快回去给妈妈买药吧。等一下我和谭瑞玲去找你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柴英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以前钱处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刀光剑影不是什么好去处，而是油水最多的机关。那个时候我不懂，但现在我终于相信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钱才是真的。可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啊，比如信仰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信仰啊，没有什么能离开钱的。我跟钱处看得多了，什么政治啊、思想啊、立场啊，有钱就有立场。那爱情呢？爱情，爱情是什么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咱们还得想办法弄点钱。嗯。他这病是被耽搁了，以前一直不肯吃药。飞，你等我这个月薪水结了，你拿去用吧。嗯，谢谢。可我怕我妈这病……别胡思乱想，一定会好的。你也太小看那群人了，他们吃了亏，岂肯善罢甘休啊？你教训了他们，就等于给杰飞找了事，他们一定会找杰飞落单的时候下手。到时候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报仇。哎，放我一个！谁想砸我的场子啊？四爷推儿子下水的就是这个女的，给我上！站住！你们听好，这条街上全都是我的眼线。如果你们再敢欺负人，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你们三个知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身份？一个好的特工要学会隐藏在人群当中而不被发现。你们倒好，大打出手，怕别人不认识你们啊？你们没长脑子吗？啊，你们的身份对朋友对邻居都要隐瞒，怎么能这么高调的去砸人场子？主任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。
主任，都是我的错，请处罚我。是我建议去的，处罚我吧，我也有份。别说了，真的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是我头脑简单，欠缺考虑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怎么罚你啊？啊！现在外面都知道有三个女孩子身手了得，其中一个还跟棚户区的罗家有关。你们倒是图一时之快，给我们惹了多大麻烦。他们知道我们了？是个人都能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，今后还怎么派你们去执行任务啊？啊！主任，你们倒是痛快了，我们得封多少人嘴啊？啊！好了，都出去吧。是。是。都是你们惯的。你也别生气了，何云带人去封口了。一群糊涂虫，这特别行动队刚成立，多少眼睛在看着我们呢。我早就说过，钟离不适合在这儿，谭瑞玲又是个没脑子的，罗逸飞倒是个好苗子，不过他有他的软肋，就是他的家庭，一个病殃殃的妈，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妹妹。一个特工一旦有了牵制，就会被别人拿着把柄。哎，我何尝不知道这个，可总不能，不如找个机会秘密把他们处理了，对他对我们都有好处。说你跟着他们瞎胡闹，一点都不让我省心。我也是气不过嘛。我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会怎么处理你知道。特工，特工就要做符合特工身份做的事，你们倒好，大打出手，恐怕敌人不认识你啊。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怎么饶你们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没法饶，不处罚你们，这事儿说不过去。那要怎么罚我们呀？怎么罚你们还没想好。再说了，你是怂犯，他们两个，我饶不了他们。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你手下留情吗？你倒挺仗义，自身都难保，还替他们求情。就让我来替他们还账吧。你用什么还？我愿意。愿意也不成。为什么？
不能让你们这种方式来报答。我不是报答，我是喜欢你。小孩子，你知道什么？当然知道了，我知道对你的感情。我喜欢成熟的男人，你带给我从未有过的安全感。丫头，我跟你说，到了这个时刻，如果我说我不想要你，那肯定是撒谎，因为我是男人。可是我不能，我真的不能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喜欢我了？我喜欢你，但还不是时候。我要你从现在开始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。这个任务不但意义重大，而且设计的非常高明。实际上一切事情都可以隐瞒，唯有人的天真单纯是隐藏不了的。如果一个特工能把任务和自身魅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那他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。你就是具备这个特质的特工，知道吗？相信我，你以后一定会明白的。其实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很疼。真的，我自己这么喜欢的女人去完成这种任务，你说我心里能不疼吗？可是我告诉你，在党国的利益面前，我们就要忘记自己，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人，我们是拯救这个国家最后一股力量。记住了，为了党国牺牲，哪怕丢掉性命，失去爱情与灵魂，也是一种崇高荣誉，明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愿意为了我去完成这个意义重大的任务吗？愿意吗？真乖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的。对于这个任务，你还有很多东西没学会，接下来我会给你上一课，我会好好的教你。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是坏事变好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说啊。对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政治，非常微妙，你们试图不能出现一点问题。哎，你想啊，胡汉民上上下下打点了多少钱呢？让他出国已经不错了，至少还在这条路上混着。出国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？仲尼啊，你还是我们圈子的人吗？这出国就是啊，把权力收了，让他出国打入冷宫，这辈子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谭月玲，咱们还有任务呢，得先走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去吧去吧去吧，走了，去吧去吧。哎哎哎，钟离啊！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我听说啊，我们特别行动队要派人跟着胡汉民。嗯，好啊。哎呀，在他身边安排一个咱们的人，是校长的意思。那很好啊。好什么好啊，这就是打入冷宫了，一辈子都回不来了。我听说这个人是你。我？哎，这是主任说的。那要我去干什么呀？前几天你们犯了大错，
主任正找机会收拾你们，我给你通个风报个信，你得有思想准备。那要我去多久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这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这政治上的事啊，有时候很难说清楚的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主任去。哎，钟离钟离，这件事情已经定了，不过那边虽然条件艰苦一点，只要路子走对了还是有钱赚的。你现在不是没什么牵挂吗？钱处，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我还得给我奶妈报仇呢，主任他答应过我，那我这要是一去真的回不来了，那我还怎么报仇啊？可这是主任说的，我帮不了你呀。绝对不行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哎，钟离，主任，主任，回来，干什么去？主任不在。何处？听说我要陪同出国，是不是有这回事啊？有又怎么样？不行，我不能去。这是任务，轮不到你挑三拣四的。可是我的情况不是特殊吗？我拜托你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想想，不要让我去啊？没有办法，你前两天刚犯了那么大错误，现在让你陪同出国已经是轻罚了。可是我真的不能去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是我现在就申请离开行动队，只要你让我不离开这儿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钟离，我劝你一句，好好听从上面给你的安排。对了，胡凯明离岗时间提前了，赶紧准备出发吧。主任，主任，怎么了？我有事找您。我也正好找你有事，傍晚行动。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，我求您了，千万别送我出国，我求您了。进去说。主任，主任，我真的不能去，我还要替我奶妈报仇呢。主任，这是干什么？起来。我真的不能去国外，如果我去了国外的话，就没法替我奶妈报仇了。谁说报不了仇了？这不去几年就回来了吗？可是还是有可能回不来的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你先起来，你是特工，跪着像什么样子？起来说话。特别行动队什么都能办到，您只要帮我查出杀奶妈的真凶，我报了仇，我立刻就去国外，哪怕不回来都可以。求你了，主任。钟离啊，这个任务真的是最适合你，你胆子大没心机，他不会对你设防，不会怀疑你。可是我也理解你的苦衷，你奶妈的仇的确要报。如果你不去，谁合适？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？只要我能配合的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那我只有派罗一飞去了。罗一飞？对啊，你们三个闯祸的，我必须派一个，要不然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啊？谭瑞林肯定不成，这你是最清楚的。可是罗一飞的妈妈现在病重，她根本就走不了，她不能去国外的。闭嘴！钟离啊，我待你不薄，在我高一山面前，能够跟我讨价还价的学员，也就是你一个。你要清楚。主任，去终止罗一飞的任务，让他来见我。罗一飞他真的不能去，主任。出去。是。Thank you.
什么呀？你知道罗玉飞盯梢的任务在什么地方吗？哎，你怎么问出这种话呀？这是机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找罗玉飞有紧急的大事。不行，这是规矩。你要看着我急死吗？你那么冒失，万一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出什么事儿了呢？那好，那你回答我，他是盯政府的人吗？不是，海关。那他是在港口吗？珊瑚，后港。谢了。哎，助理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呀。哎，逸飞，你刚才钟离，等会儿主任找我有事儿。主任，你找我。报告。啊，指挥令55974。随行人员已经准备好，请办好一切出境手续，30分钟后赶到军事码头。嗯，好。主任。啊。喊你来，是有紧急的任务。胡汉民的事你知道吗？我听说过。校长这次出手真果断，没有了这两个人以后，一定顺利多了。学员里面属你最聪明，天资最好，语言又是强项。你跟着胡汉民走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主任，你说什么？本来这次任务呢，是要派钟离去的，可你知道他那个脾气。这个世界上，在利益面前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全都不堪一击。
慢喝药。一姐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妈，姐姐答应过我的，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想见她，你快去，看她回来了没有。妈，姐姐没回来。我死之前一定要见见你姐。妈，我就带你去，我知道姐姐在哪儿工作。妈，到了，姐姐在这里工作。干什么呢？我要找陆亦菲。你们不能进去！我要见我女儿。你们到这里什么地方？快回去！让我进去！赶快回去！快点！快点！我把你抓住了！让我进去！干什么呢？孙叔，孙叔，长官，我求求你让我进去吧！求求你了！我要见我女儿罗亦菲！快把她扶起来！求你让我进去，长官！我妈妈快不行了。请出示你们的证件。等会儿，打电话核实一下。不许动！放下枪！干什么？放下枪！快放下枪！证件号55974，进入码头。妈，坚持住！坚持就在前面了。哎，好。对不起，长官，放行。放开我！那是我妈，那是我妈呀！
天飞。罗妈妈，杰飞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这辈子欠你们两条人命，我一定会还给你们。只要给奶妈报了仇，查出了真相，我马上就去把罗一飞换回来。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什么事？说。主任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钟离出国？哼，你这话怎么说？我跟了你十几年了，你要做的事从来不可能提前通知。你要是真的打算让钟离出国，你肯定会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，不可能提前告诉钱串子。你心里很清楚，钟离为了报仇会不惜一切代价，他绝对不可能走。你假装让他出去，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感激你，让他永远追随你。哼，对，我根本就没想让他出国。这么说，你早已选定了罗逸飞？当然，所有学员里他的天资最高，语言也最好，他去最合适。那是两条人命啊！我也不想看到那些事发生。你说，不知是谁透露了消息，让两个家属竟然闯进了军事码头。这不是胡闹吗？罗逸飞现在家属死了，钟离为这事未必感激你，他现在心里只有后悔。何云呐，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官，这育人之道你还要好好学习学习呀。钟离这孩子身上有仇恨，在关键时刻仇恨往往是最有用的东西，记住了。是。你晚饭也没怎么吃，要不我去给你做点。哎，我不饿。罗逸飞的事情是你做的？哼，做得好，一箭三雕啊。他再没有了牵挂，当然了，他心里多了仇恨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以前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还是这样。张彤，你们都该死！这个人有典型的暴力偏执倾向。我最喜欢看见的就是你们惊慌失措的样子。钟离，别动，有炸弹！孙处从来都没有失手过，你是怕我抢他风头啊？